下班赶紧过来啊，单人 party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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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现在开个套房来给我庆祝，谁发财了？这么大方，替你庆祝，为你高兴，当然是你来买单喽。对的，我，哎，这酒，这酒是，酒是舅舅自己带的。不是，这首先啊，我这个搞车的钱我还没有凑齐，所以说这个房间我买不了单。其次呢，如果你们俩实在想给我庆祝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俩去撸串儿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随便吃，走。顾胜男，顾胜男，我炸好了。就是，楠楠，你现在已经晋升为厨师了 ，chef， 撸串儿扎皮，又是你的身份。其实还好，去抠抠搜搜的。而且我们这可是行政套房啊，你以为是钟点房呀？说退就退，管你睡不睡，都是一晚的钱。可是我现在卡里连一晚上的钱都不够。那你有多少？三分之一，正好。AA。不容易开店，放开就给他开除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，喝酒呀！你快点，快点，快来来来！哪来那么多酒啊？吧台，傻孩子，疯了呀！你们俩，吧台一杯酒多贵，你不知道啊？放开！开了。既然如此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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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嘿，不死吧，什么不死吧？可溜的，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拉回来，不需要我又把我扔得远远的。你们以为我是什么？啊？我是悠悠球吗？哎，没错，我是悠悠球。我看你就是个悠悠球，本人紫金后厨一招手，你自己屁颠屁颠就跑过来了，心甘情愿给人当打杂。就是，不过你这次还算是有点觉悟。总算是知道为自己顺杆爬争取点权益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要感谢酒店突发了这个火灾事件。对对对，不然楠楠就以你的奴性，还不得在火坑里待一辈子？对，你要感谢警铃帮你认清现实。我想到了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1123。1123是1123，让我们浴火重生。浴火重生。楠楠。快点喝酒，楠楠，睡着了这孩子啊，睡着了，咱俩喝。哎，我不跟你喝了，我有个蹦迪的局啊，我得先撤了。故事楠楠交给你照顾了啊。哎，别别别，我还想把它交给你呢，我12点之前必须到家。哼，你是灰姑娘啊，还12点必须到家，不回家怎么了？马车变南瓜呀？不是，我回去晚了，我们家泽南会把我锁在门外的。哟，泽南泽南，一个室友管得这么严，难道说？你别去。胡说什么呢？哎，跟嘘，别说话。好，我马上到啊！对对对，一个路口，很快很快。好，不是，那你走了他怎么办呀？他怎么办？楠楠，楠楠，看他喝成这样，应该也不会做什么幺蛾子了。对，不过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是不是也太不仁义了？帮我拿包。帮我拿包。